漂不漂亮？漂亮。谢谢谢谢。来，你们后面的人说漂亮，这边前面的人不动于衷啊，漂不漂亮？对嘛，哎呦。谢谢谢谢。好，不过其实一菲今天来到现场啊，当然现场也有很多你的迷，像包括说刚才喊漂亮特别大声那几位，而且还有人拿牌子出来，有没有什么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好吗？大家好，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杭州，然后参加倩女游戏这款游戏的发布会，然后我蛮喜欢这个游戏，因为我确实跟他很有感情，因为自己拍了一部这样的电影。对。然后我也觉得这个游戏整个感觉让人觉得非常精良，所以在这边见到喜欢我的朋友，也同样非常让我开心。对，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到说，原来亦菲自己那么喜欢玩游戏。我没有那么喜欢玩游戏，我只是我觉得游戏其实能让人放松。对。我其实，在代言倩女之前，并没有那么的了解。网络游戏，但是确实做了很多功课，然后接下来我也跟丁总啊，然后还有很多网易的员工们有一起问他们很多专业上的问题。对。然后也觉得看到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。是，那你这样子你试完了我们的倩女幽魂，你会有什么特别感受的？您再讲一遍。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在玩完这个游戏的时候？我觉得我现在确实还没有特别的深入去玩，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这个游戏的地方，现在是它的很唯美的画面，然后角色的设定和故事的意义。是，而且我刚刚透过那个视频上面，我也看到里面的画面，包括它里面的故事，燕赤霞跟宁采臣还有聂小倩三个人纠杂的情节，然后里面还有黑山老妖，黑山老妖。哦，就感觉特别特别兴奋，尤其在里面你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，像有战斗游戏等等，对不对？是是是是。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款游戏一定是为了让很多的玩家们特别特别兴奋。你自己在玩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用一个特别的名字？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吗？我已经下午请麻烦网易的工作人员帮我弄一个，但是呢，我现在还没有确定好我的角色，因为有很多角色都很好玩，我要看看哪个最好玩，然后我就用那个角色。所以你还没有确定？我还没确定。然后我下午看他们设计那些形象的时候，把我的脸放上去。是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以我的形象弄一个，我应该也挺好玩的。我觉得这样子好不好？因为下面也真的有很多你的迷。如果说你自己要弄的话，你觉得你会用什么形象？让我们大约猜一下，上去给你打一声招呼，打错招呼也没关系。打招呼，我觉得，这肯定是个女生吧。这一定是女生。好，这也是一个线索了。所以这个燕赤霞还有宁采臣是不可能了，对不对？也说不定，你建议吗？哎呦，好了，所以大家都可以上网去试试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另外呢，其实我们刚刚也透过这个荧幕上面，我们有看到有你去特别帮他们拍了很多的形象的照片，对，像说有白色的小倩，还有黑色的小倩，是这个黑白两个小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你看，一样都很漂亮。其实，在电影里面是只有小倩一个，对，那这个里面呢，我觉得我非常作为演员来讲，非常喜欢她的那个创意，就是一个人的心里面有很多面，然后你可以选择体验他的任何一种个性。所以在游戏里面，如果你想要力量，想要有个性，你可以选黑小倩；如果你想要象征正义，去这个做很多很我怎么讲很浪漫的事情，可以选白小倩。是吧？所以白小倩可能会比较纯洁一点，黑小倩可能就是具有一些个性。对对对对对，TVC 也是比较明显这个概念。好，所以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了。不过我们今天当然这个亦菲来到现场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家长，他也要跟我们讲几句话，好像也要特别跟你讲几句话。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网易的大家长。